事，调伏其心，不住其中。一伏不住不调伏心，一伏不住调伏心。不调伏心是愚人法，调伏心是圣文法。是故菩萨不住其中，离此恶法是菩萨心。在于生死不为无心，注意涅槃不用灭度。非凡夫心，非圣贤心，非果心，亦非净心。虽过魔心，而现象中魔，求一切之无非是求。观诸法不生，而不入正位，是正法，正法菩萨心。众生而不爱作是菩萨心，虽乐远离不依身心境，虽行善戒不坏法行，虽行于空之中得本心，无相而度众生，心无作而现受身，随心无起而起善心。随心流度遍知众生心，随心流通而不尽漏，心是无量心，不贪凡事，心禅定不随缠身，随心思念处而不用力，身受心法是菩萨心。随心是真心，而不舍身心，身心静静是菩萨心。神通是菩萨心，随心无根分别众生，除根离顿是菩萨心，随心无离乐求佛事力，其皆分而别佛智，随心八圣道，阿罗心佛道，无量佛道是菩萨心。随心之观注。
出道之法，而不必经多以其名。随行诸法不生不灭，而以相好庄严其身。随现身闻而不舍佛法，随诸法相应现其身。观诸国土拥挤如空，而现净土是菩萨心。观诸国土拥挤如空，而现净土是菩萨心。